烤包子是新疆美食的一大特色，维吾尔族老乡习惯用未发酵的面做包子皮，用羊肉丁、羊尾油、洋葱、孜然等调料拌馅，然后熟练的捏折包紧，就可以放进馕坑或烤箱里烘烤了。20几分钟之后，香喷喷的烤包子就出炉了。您瞧，这焦黄色的烤包子，看着就让人垂涎。刚出锅的包子，不过你看金黄的，这个皮儿啊，特别的酥脆。吃的时候感觉你轻轻的一咬，它的馅儿就出来了。而这个馅儿呢，里面又裹着汤汁，是那种浓浓的肉香味儿，拌上的调料一点都不腥。